第21届首尔国际动漫嘉年华将于近日展开，而大会今年邀请的女团宇宙少女、成香、雪儿、高娜、Luda、夏天等五名成员担任宣传大使。5日上午，宇宙少女五名成员出席在首尔新闻中心举办的宣传大使委任仪式，并分别接下由主办单位颁发的委任书。